因为我那边没有人认识我，所以等于我每一天都要试镜小小小小小小角色，那个小角色是零演，算是零演，不是配角，是零演，你知道可能有一句台词的那种零演。但是我觉得没关系，反正我就把我的我任何的 I don't know 的骄傲把它放掉，然后说 OK， 我在美国就是 nobody。从零开始，是不是真的好久不见 Jenny 啦？原来这几年她为了家人几乎都在美国生活，美国工作打不易，就算她会主持会演戏也是得从零开始。我这几年演了男主角的妈妈，我演了一个在视讯当中的一个女生一个角色，所以男主角在视讯他的太太，然后我是在手机里面的那个太太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我还做了一个主播，就是嗨，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子了，就没了。好，我还演过一个在洗手间里面的一个女生，跟女主角对话说：“哦，你的口红好漂亮。”这么一句，都是真的，都是配角，都是零演，算零演。会不会很挫折啊？等你在台湾，每个人都认识你。你会不会觉得有挫折？我觉得挫折不是在于为什么我只能演这些角色，我觉得我的挫折是在为什么有一些角色我后来在电视看到了，我说为什么我没有机会去试镜这个角色？你知道他们说 there's a list， 我根本就没有在这个 list， 我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，因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太多了。那因为美国市场很大，然后竞争也很强，所以我也不会 expect， 我也不会期待说他一定要给我，没有这件事情的。我在台湾很红，他也有泰国的很红的明星，他也有 Kenya 最红的明星，可能我试镜100个才会有一个有回应说哦，好像可以再试第二次。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进到这个所谓的名单里面。你说我会不会拼下去？我会坚持下去，这个是一条路。但是我也因为知道我不是像一般新人一样，我有一些经验，比如说经费的来源，我知道我可以跟谁去谈合作等等，因为我有这些经验，我觉得在美国我就可以把这个经验放到美国的戏或是节目。所以我不是这么单纯只是一个演员或是一个主持人，也许我可以创作，我可以是一个制作人之一，然后我就自己去把这些案子提出来，那我就可以有工作，我就可以有戏可以演，可以有节目可以去主持。我不能一直在等别人给我机会，我现在是在创作一些机会。我就觉得好吧，再拼吧。交往结婚这么久，你有两个小孩，性生活还很正常。性生活我觉得也是，你会有高高低低的起伏啊。我们不是像以前20岁、30岁刚交往的人在一起，就是hello sexy 的那种，不是。但是还是有，我们还是会有那种就突然 I don't know 来个感觉。而且我因为我们常常不在一起嘛，我们就真的是远距离，所以有的时候你反而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 oh my god 好累，好不要了，或者是忙小孩，你觉得没有力气。但是突然因为你是不是快要走了，就要不要来一下，就是有 feel， 就是有 feel。 有时候他有 feel 我没有 feel， 有时候我有 feel 他没有 feel， 那怎么办？就没有做啊，没有，不会硬做。有的时候就是看了一个电影，然后觉得好啊，好性感的电影哦。然后有时候是 I don't know， 就是在一起洗澡的时候，那居然就来了，或是 I don't know， 这真的很 random， 很难讲。